之间呢，我们要共同来进行一个非常精彩的环节了。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来有请天津海信广场总经理李汉宇先生，有请，以及金至尊珠宝陈荣发先生，有请，还有我们的品牌代言人徐凯先生，有请。有请四位嘉宾，让我们共同来移步到舞台区域。我们看到李小姐呢，已经把我们的启动装置已经呈现到舞台当中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邀请各位将您的手来放到我们的启动装置上，共同启动520绽放爱金至尊珠宝钻石系列的巡展。来吧各位，那我们看到所有的来宾已经将手放在钻石上了，我们来一起先拍上一张照片好不好？有请各位面对前方。稍后呢，我们将会共同来点亮钻石了。来吧各位，让我们一起来倒计时3秒钟的时间好不好，一同来记录下这弥足珍贵的精彩瞬间了。倒计时3、2、1，启动！哇，谢谢！钻石的点亮也代表着金至尊珠宝钻石系列的巡展正式启动。那金至尊珠宝钻石巡展呢，也将会去到更多的城市，传递爱与浪漫。我们 OK 啊，好，谢谢，感谢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个环节要邀请各位，请留步。我们看到李小姐已经把我们的香槟美酒已经呈现到了舞台区域了。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当然少不了香槟的陪伴，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先来邀请四位，我们一起来碰杯，然后来拍上一张照片好不好？来，有请大家面对前方，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摄影老师的镜头，一起来合影留念。哇，现场真的是太热情了，整个商场好多好多的人都在关注着这场活动。来，有请各位一起来举杯庆贺，让我们共同庆祝巡展开幕，同时呢也要预祝金至尊珠宝大卖，谢谢。来，有请我们李小姐来收一下我们的酒杯，谢谢，感谢各位领导嘉宾，徐凯先生请留步，其他的领导嘉宾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来，哇，此时此刻各位，你们的掌声的爱声在哪里？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来递上一个话筒好不好？来，那同样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金至尊珠宝的老朋友，同样呢也是我们金至尊珠宝的品牌代言人徐凯先生亲临现场。今天真的是像我们的钻石一样星光熠熠，有没有？真的是太闪耀了，刚才一出场的时候，我觉得四个字来形容在520这天绝对是白马王子，对不对？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有请徐凯跟我们所有这么多热情的朋友们来打一个招呼吧。Hello， 天津的小伙伴们，你们大家好，我是徐凯，很开心能够在这个节日见到你们。你们开心不开心？对，非常开心啊。那作为我们金至尊珠宝的老朋友，每一次出席我们的活动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星光熠熠啊，然后呢就像我们这个钻石一样。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前两天我们刚刚发布了这个绽亮钻石系列的全新的品牌的广告啊，然后今天戴的也是这个款，对不对？是。哇，真的是好看不好看？而且呢，徐凯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非常的绅士，同样呢非常的具有着魅力。那可以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戴的这款钻石吗？当然，我今天戴这一套是绽亮钻石系列的最新款。它的设计是羽翼和芒星的结合，就意味着乘风万里，光芒万丈，我特别喜欢。哇，乘风万里，光芒万丈，我们相信如此优雅的徐凯先生，有了我们金至尊珠宝钻石的这个加持之后，他的事业也一定会越来越乘风万里，光芒万丈，对不对？真的是强强联合啊。那同样呢，我看到其实最近呢，你的微博有很多的热搜，同样就是有让大家特别特别羡慕的一些照片，那就是健身照，对不对？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健身的一些心得吗？
其实健身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么虽然练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它能够让你解压，还有就是能够让你放松。而且我觉得健身是一个很漫长的事，它需要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提高自己，而对自己的身心也是一种磨练。嗯，对，它其实是不是有点像这个钻石的打磨过程？是因为每一颗钻石都需要非常精细的打磨，才能够绽亮，才能够最终成为我们手上的饰品。嗯，对，经过这个打磨的钻石会更加的闪耀啊。那今天呢，我们是在520这一天，其实这个钻石呢，我们也说到象征着爱情嘛，两个人呢可能会经历一些风雨，但是最终呢也是可以终成眷属，就像钻石的打磨过程一样。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520哦，想问一下徐凯对于爱情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期待，或者是你心目当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应该是要像钻石一样浪漫，而且就是偶尔带一些惊喜。哦，像钻石一样浪漫，偶尔带一些惊喜啊。那说到惊喜呢，在今天肯定要带给大家一些惊喜，你们期不待，期不期待？那接下来我们的惊喜要来袭咯。那在今天的金至尊珠宝和徐凯要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呢，就是我们的另外的一个钻石的系列，就是情书系列，对不对？是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情书系列在这里要跟各位来简单介绍一下，也希望各位可以共同来了解一下了。金至尊珠宝呢，借今天520这个特殊的时间，情书钻石系列也甜蜜上市了。那这个系列呢，是以一字一句每分每秒情定于你为核心理念，传递恋人之间的浪漫的心意，并且能够长久相伴。我们这个系列的首发产品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具有着巧思，每款呢都是以情书作为创意设计的概念。钻石镶口的正面呢是一个打开情书的造型，但是你倒过来的时候呢，它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小屋的造型，也寄托着我们对于恋人情定今生共筑爱巢的美好的祝愿啊。那接下来呢，听完了这个介绍，是不是也更加期待了？当然。嗯，那我们也要把这份期待，这份惊喜要送给大家了。那我们看到旁边呢就有一个装置，我们往这边来看一看好不好？好，来，今天呢有一个特殊的装置，然后看到城市气泡，一个城市一个梦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冒个泡。然后呢，我们会来邀请徐凯在上面来画一些画，这个画呢就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机器的装置，然后导到这个上面的气球，然后这个气球就是今天徐凯送给大家的惊喜和礼物，好不好？来，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徐凯先生，你是用手，用手，对，是吧，用手就可以了。 okay,、我们要有请徐凯来通过这个平板来绘制这样的一幅画面啊。哇，我看到有一颗心哦，还有520。这样可以吗？哎，可以，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签上你的名字？哦哦，是不是签上名字更有纪念意义？其实这个信封啊，包括整个元素，其实就象征着我们的这个情书系列。哇，它正在制作当中，大家可以看看这边哦，它正在制作，稍后的时间制作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亲自送给大家了。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看一下，因为你个子比较高，可能我看不到，你能看到。对，在这里面，对，是的。那今天呢，在他制作的过程当中，想来问一下徐凯啊，是第几次来到天津的？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一次来过。嗯，这是第二次。哇，这是第二次哎，让你对于天津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爱吃的吃货，那么我的印象可能就是麻花和那个煎饼果子啊，煎饼果子，对对对，麻花、耳朵眼炸糕，哇，好多好多的美食，对不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在今天呢邀请到徐凯来到现场。如果我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天津逛一逛，好不好？当然当然，尝一尝我们的美食，一定一定啊，一定。那我们的这个气球是不是也正在紧急的制作当中啊？那象征着这么多如此美好祝福的一份气球，而且是由徐凯亲自绘制的气球，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装置已经呈现出来了。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不好？哦，嗯，好棒哦！展示是吗 ？OK， 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来，徐凯，我们来到最中间的位置。好的，这份礼物你们喜不喜欢？谢谢。但是送给谁呢？你可以来选择一下吧。送给，其实我都想送，哎，对，我还是只能挑一个，对吗？所以，嗯，哪边更热情一点？啊，好像这边更热情。好好好，来，那就先挑个可爱的女士，非常优雅、美丽的女士。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啊，谢谢谢谢谢谢，也要感谢徐凯。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稍后的时间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来咨询工作人员，自己来在这边自己来绘制气球，好不好？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情书钻饰系列呢，无论是产品的设计啊，还是包装创意上，都融入了很多的巧思。值得一提的是，每一位购买我们情书钻饰系列的朋友呢，都会获得我们品牌精心为各位准备的心意卡。这个心意卡什么样呢？我们来有请李小姐给我们来呈现一下。哇，只要你买这个情书钻饰系列，就可以收获到这个心意卡，我们可以交给徐凯先生。对，这支签名笔，谢谢。因为签名笔看到了，我们的心意卡也看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徐凯来到了天津，当然要现场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美好的祝福，对不对？我们平常看到的心意卡呢，可能是纸质版的，但在今天真人来了，那我们当然要来点不同的，现场来为大家来展示一下，那就是亲手写的情书，然后变成有声的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来吧，来，徐凯自己来选择咯。没关系，都是我写的，我记得都是他自己写的哦，非常的真情真意啊。嗯，虽然我当时就是写是感谢你的守护，那么我现在想写的就是感谢你和大家的守护，那么虽然这个是到时候只送给一个人，但我这里也想谢谢大家的守护。哦，对，感谢你的守护，让我有勇气拼尽全力勇往直前。哇，这是送给你们的哦，感谢你们的守护。哇，大家都全什么什么不客气啊。不客气啊。不是不客气啊，就自己人，对不对？好，这是第一封，然后你们感受到了徐凯的这个真心真意了吗？啊，第一封哦，接下来第二封，来，我们看一下，稍后的时间还会签上名，好不好？嗯，可能就会送给一位幸运的朋友了。那，在旅途中有了你们的陪伴，梦想不再遥不可及。在旅途中有了你们的陪伴，梦想不再遥不可及。其实对于一位艺人来说，对于自己的演艺的梦想这样的一份追逐，有了他们的陪伴，当然会有很多的定心丸。当然，因为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大家的就是陪伴支持。对，没有他们我肯定也是走不到这里，没有今天的徐凯。是的，是的，谢谢你们，谢谢。来，还有哦，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好的，谢谢。一共三张，而且全部都是徐凯自己写的，亲笔写的。什么？你们一点默契。你是最棒的哦。谢谢谢谢。那第三个是希望每一个下一次你们都可以看到更努力更好的我，我也希望我每一个下一次可以看到更好的你们。对，哇，互相进步，互相成长，徐凯越来越好，对不对？谢谢谢谢谢谢。哇，双向奔赴哦，真的是双向奔赴。相信今天在场的很多朋友看到了徐凯，以及很多喜欢他的影迷啊，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暖心，在520这个特别暖心的日子里，在今天为大家来呈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徐凯来为我们来签上名，好不好？当然。嗯，好，我们在这上面签上你的名字。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份三张心意卡呢，为520绽放爱活动现场的朋友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好的，永远爱他，收到了。然后呢，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如果说你们想要获得的话啊，然后呢可以来观看金至尊珠宝旗舰店抖音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都可以来进行甜蜜的告白，我们会在这里面来抽取，来送给幸运的朋友，好不好？来，三张都已经记录好了，可以跟我们来展示一下吗？哇，暖暖的爱意，这是徐凯送给大家的520礼物，好棒好棒，谢谢。来，我们有请李小姐，来，我们先收一下，把它保存好，珍藏好，来送给三位幸运的朋友，谢谢谢谢，辛苦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在这里呢，相信各位来到现场呢，也都是非常非常期待跟徐凯来一张合影，对不对？时间过得很短暂啊，然后呢，但是呢，我们都很开心。在今天呢，特别要感谢金至尊珠宝邀请到了我们的品牌代言人徐凯先生。在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份小礼物来带给大家，就是跟大家来一张大合影，好不好？来，徐凯可以来到这个位置，对，好的，我们可以转身半蹲，好不好？好，然后跟大家背面的朋友们一起来拍上一张大合影。大家在此时此刻，我们在拍照的同时，也可以把最为热情的呐喊声来送给徐凯，好不好？徐凯帅不帅？爱不爱？来，我们再来一张，谢谢谢谢徐凯，哇，谢谢谢谢，特别开心能够在今天见到徐凯，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线下见面的机会，可以跟徐凯更加零距离的来接触，然后共同来感受到这样的如此帅气如此优雅绅士的徐凯，好不好？最后徐凯可能要结束这一段旅程了，我们再让徐凯来感受一下我们天津朋友们的热情的掌声和呐喊声，好不好？3、2、1，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徐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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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爱你们，谢谢谢谢。